大家好，我是文石，今晚中式整爱手游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好，那今天这集呢，我们赶快把全部的奖励都领起来。我们这边可以保管一些，得到一些奖。哦，哇，靠！他是要送我几包啊？感谢支持，感谢支持，赶快加我好友。哎，然后只有一个而已。我们来升级一下咯。跟你们讲啊，这阵一定要练啊。啊，他要吃四只哦。然后就觉醒了是吧？来，今天这集的重点，我们把它觉醒了啊！好帅啊！我也得到痛苦的艾斯德了，太夸张了吧！超爽的耶！这个当然要尖叫一下啊！这个不尖叫一下，对不起我自己了。我跟你们讲，这个没尖叫一下，怎么对得起我自己？来，如来如何胜啊？啊！所以他有在场上吗？有吧，就这一只。哦，他现在好正哦！我已经不知道怎么讲这个游戏了。你们自己看，你们自己看。他在这边，他在这边，有没有？真的已经不知道怎么讲这个游戏了。So very perfect。来，继续，继续。物语制品了，啊，可是要重练哦。要从一等开始练，不过没关系啊，我们今天这集真的很爽，今天直接有题材了。哎呀，我的精英爬好慢哦，不过慢慢来啊。接下来我们也试一试竞技场，这期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哦，因为实在是太棒了哦，所以欢迎大家来加我好友。我每天我们把它当作来绿爵在玩哦，很快加我好友了。决斗场，诶，所以这周还有一个星星决斗场哦，耶嘿，那你看我们可以免费取得钻石、金币、古代咒币。好，所以新的赛季结束了。哇，真的是 very perfect 啊！
超棒的手游哎、欸！来，我们继续啊。大家不敢相信啊，各位。哦，因为可能是刚重置的关系，所以对手都比较强。好啦，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也可以订阅频道啦，拜拜。